今天买什么？装饼，多吃点柠檬。不够酸了，多买一点。书跑一本，书跑一本，家里跑一箱还喝完。有柠檬五号啊，要不要买？反正有卖这个，不过要袋装的。
买冰，买柠檬冰沙。到哪都问你。嗯。嗯。玻璃啊，不用用手拿。刘燕姐，接一下电话。